来，请大家注意手上的香火。告诉秘董是董事的好吧？然后下马秘董，马秘爷爷好吧？马秘爷爷好吧？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吗？直接配合。两个谢谢吧，两个工作不了好吧？好吗？直接配合。你这什么人看我的那个？不要急，大家慢慢来，对不起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把给你们后面四个人排好了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好好好。然后再把货全部拿。来这边让个通道好吗？谢谢你们。有通位啊？不行啊，那是通道。两零七七，四零。
未来的春天
枝招展的笑着走着，记得年轻时对生活美好的憧憬是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成长的。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海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那画一般的文字告诉着自己，将来的生活会是像彩虹星辉般绚丽斑斓。可是这所有一切的美好都在2010年11月15号的那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了。当一个人痛得无法释怀，痛得欲哭无泪，痛得难以言表，而整整一年每时每刻却只能用回忆过去的一切美好来疗伤时，亲爱的728的居民们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，谁能告诉我，这人世间还有比这痛更痛的痛吗？